到没？快速路，快速路，我在坐车而已啦。哇，前面是一辆超跑耶，刚刚跑掉。快吗？速递，把我速递给你们呀，速递给亲爱的宝贝们。快速路是没有红灯的。从公司出来的时间比较晚啦，所以这个时间点还好不堵车，要不然要堵死我了，要堵死了啦 ！Happy 喽！好了，等一下坐下来就有空，跟大家好好聊两句。那么这个样子是没有办法聊天的。被我按到了吗？说话了呀，我马上到了深圳新开的一个超级 shopping mall， 叫 KK1 新基地产的，在深圳有好几个地方都有开很大的 shopping mall。 又变成僵尸粉啦，这里太多僵尸粉了，真没意思。其一百个人里面有一个是，哪一个是活人粉吧？就一个是活人。所
所以直播来去都是给自己在读，不是给别人看，是给自己看，是不是？当站了。